一起阅读朝鲜王朝实录单面六十七世纪士大夫的时代。大家好，我是江智恩。大家好，我是张元廷。这个网页是朝鲜王朝实录的网站，感兴趣的同学请进去看看有什么样的资料。好，那这个时代有一个人叫做都圣正，他上书，他的上书的内容我们在这里稍微看一下。那先解释当时的前后情况。当时发生什么事呢？朝鲜朝廷决定依西人派的大公府说举行丧礼时，他住在大邱的儒者都圣正就反对朝廷的决定。这是什么时候的？那个是应该不是孝宗的丧礼，这个是孝宗的王妃他死亡以后又决定大公府的丧礼嘛。他前一个孝宗的时候，西人派决定一年的丧礼，所以这是孝宗的王妃死亡的时候已经决定大公府丧礼。那好，然后他带着书文走向汉城。他因为老了，然后又生病，所以花了一个月才到汉城这样子。那个时候事实上丧礼已经定案了，但是他不气馁，所以就是跪伏在那个殿前的地上，然后请求改定丧礼。那半个月后的话，这个意见就被采纳了。好，那我们看一下他在哪里。他大邱是现在的铁谷这里，大邱这边出发，然后首尔汉城就是这里嘛，所以他从这里也走着走着走走，然后中间生病，然后到首尔已经快一个月，所以他这样到汉城的他的上书里面的核心主张是如此。这是玄宗实录，玄宗十五年七月六号的记载。礼以为国，圣人明训，礼获一窥，国虽已亡，可不胜哉。所以他在这里很大胆的说，如果有礼的这个方面有一点点的这个错误的话，国家应该随着他灭亡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都圣正先生是住在大邱的无名的儒者，他没有当过官，他是一个读书人。我一直强调的朝鲜时代儒家士大夫有代表性的，他虽然没有当官，但是他认为我要把这个国王引导正道，这个就是我的责任，这样子的士大夫一个很平凡的普通的读书人他说什么呢？凡有血气，除无害愤而内怀欲意，外相戒视，尚无一人为殿下发口言者，犹为国有人乎？为事理智一致，为事所会，人皆爱生，莫敢开会，只此莫重莫大，不可不言之计，而率以含默为上，在朝之公义里面，在野之士气举上。好，因为当时全国的儒生都大家参加这个扶桑问题，朝廷的扶桑问题，所以朝廷就是下令禁止全国的就是纷纷参加这个朝廷扶桑问题的儒生，所以大家都已经有生命的人都认为这个有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了这个国王国家就是殿下嘛开口，所以他认为这样子的话，这个国家到底算有人吗？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就是说法的时候，发现这个是没有官职的，
这地方的一介儒生真的很大胆的说出来。他在这里在教训说，这个因为有朝廷有这样子的命令，所以全国的这个儒家儒生他们对礼这个一个字都要这个是社会都所会的但是然后大家想要明哲保身，所以也不敢开口讲话，但是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不要发言的但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最好不要讲话，默默的就是等一下这样子这样做，所以当时朝野的这种公义都已经泯灭了这个士气已经沮丧。国事至此，宁不寒心哉？殿下成人，勃然悔悟，替然自省，明教理官，想考典礼，革其差谬，复习政治，换降匪物之教，快事中外之祸，则宋宗之礼武汉，长敌之意克民，今正道合，参在此举，一连兴邦，即今日其会也。如是而不能快悦民心，明定国事，则虽受妄言之诛，诚实甘心矣。所以他在这里提出，那现在的情况是不可以、不行这样做，所以他提出解决的方式又有什么样的呢？杜正治先生他希望这个国王可以赶快就是改过，就是赶快改变这个现在这个服商的问题，然后要改革所谓的这个服商的礼制的问题，所以他希望想考这个典礼的问题，然后改革这里，然后要让这个所谓的中央以及地方上的士大夫们了解这个问题之所在，则最后的话，这个所谓的服丧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样子，那也所谓的长敌这个的意义也可以了解，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可以跟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知道这个撰写的人的名字或者身份只看这个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很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人的发言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有提出的就是十七世纪就是士大夫的时代，我这样子的主张的。那顾那言之就杜森正先生他的意思在于为了慈禧大妃扶桑今年才是恢复正道之举，来不辞千里上京，然后他一直那个复习奏请撤销以前已经决定的大功夫丧礼要撤掉，因为凤云大君就是孝仲嘛，他是仁宗的次子，虽然是次子，但是就杜森正先生来讲，他一旦登基就必须将他的这个地位更改为嫡长子这样才能够保持朝鲜王朝的正统，是杜森正先生这样的想法。那么对这个杜森正先生这样的大胆的发言当时的朝鲜朝廷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当时国王玄宗他看到他的素问以后他对九个月大功夫丧礼重新就问的，所以他重新就问以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后来九个月的扶桑年限改为一年，就是杜森正先生讲的一样这样改了，然后之前决定九个月的大公府的丧礼的主体他们都被赶走的，所以当时的林义正金寿红他遭流刑，然后执政党的西人派都被驱逐，然后杜森正他只不过是一介儒者嘛，
那他毕生都在乡里，离首尔很远的大邱那边生活，所以他跟中央权贵毫无关系的。他秉持是精神，然后为了松中之离武汉，然后长弟之意克敏，乃万死不辞，敢上书国王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丧礼九个月一年到底有什么关键这无所谓嘛，我们不能这样子的反应。对他们来讲国王的正统非正统的问题是非常的关键。